各位 MOBA 零一网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小恶魔圣诞礼物交换大会第三届。那现在有两个礼物，一个是我们缴纳准备的，那另外一个是网友他提供的 Canon PowerShot N2 的相机。那两个都是比较贵重的礼物，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宅配大哥来抽两张宅配单，这样子比较公平，就避免作假的嫌疑。好，那现在请宅配大哥来抽两张宅配单。OK， 第一件这是网友的，然后这是两张，那这个麻烦宅配大哥帮两张宅配单贴上，谢谢。OK， 那我们再请宅配大哥从这所有的礼物堆中挑出两个礼物来跟蒋大还有这位网友做交换。OK， 好，谢谢各位。